这片苍茫的原野，见证了3000多年前一个农耕部落的崛起。远古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着一场充满传奇的命运之战。一个新兴的中央王朝从此建立。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如何才能江山永固？3000多年前，古代圣贤苦苦探索天理人道，王国命运。他们寻找的答案，将为东方文明奠基。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东有汉高祖长陵，西为汉武帝茂陵，北方是唐太宗的昭陵。这些星罗棋布的帝王陵墓群，以众星拱月之势环绕着一座更为远古的帝王陵，传说中的周陵。早自宋朝开始，这里一直传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陵墓，千百年来人们建筑祠堂祭拜。周文王姬昌是率领周人崛起的杰出领袖，也是周人灭商大业的实际策划者。他的儿子周武王通过一场血流飘杵的牧野大战，终于推翻了商王朝，成为西周的开国之君。周武王灭商以后建立周朝，都城在镐京，历史上称为西周。西周的势力范围北抵燕山山脉，南达淮河及长江中游，西到六盘山，东至山东半岛，纵横皆有1500公里。它是定都于陕西的13个王朝中最古老的王朝，也是夏商周三代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朝代。中华文明的奠基者是周，因为夏和商都处于探索阶段，夏只是开启了文明的大门，然后商人呢在寻找文明的道路，但是商人寻找的道路可能是不适合中国国情，或者说不适合这个民族的。一直到周作为一个农业民族，在当时的这个荒蛮之中脱颖而出，他奠定了作为一个农业民族的或者说作为一个大陆农耕民族的文明的道路，这是周人找到的。周陵古柏森森，今天的考古工作证实，他们其实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只是因为历史上的讹误，才被后世当成纪念周人先祖之地。在周人崛起的周原，还有一座传说中的周太王陵。周太王即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他率领周人历经千辛万苦迁徙到周原安居乐业，奠定了周人后世兴旺发达的基础。然而这座墓也没有可信的考古证据，真正的周代王陵究竟在哪里呢？2004年，周代考古出现重大突破。在宝鸡市岐山县凤凰山的中部，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建筑群——周公庙。它为了祭祀周朝开国元勋周公姬旦而建，始建于隋末唐初，为国内三大周公庙之一。
现存古建筑30余座，以周公元圣殿为主体，亭台楼阁如众星拱月，占地约7公顷。2004年，就在周公庙附近的山梁上，一个大型的高等级墓葬群被发现，确认有西周时期大型墓葬22座，其中有4条墓道的10座，3条、2条和1条墓道的各4座，陪葬坑14座。之后又探明192座中小型墓葬，有4条墓道，还有众多的陪葬墓坑，这已经是王一级的墓葬，而且这里距离周原不远。一时间，这里吸引了学术界的巨大关注。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有11座4条墓道的大墓，还发现有几百座小墓，也发现了制造青铜礼器的作坊遗址。这是迄今为止西周考古里边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过去我们以为这可能就是西周王陵，但是后来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甲骨文上所出土的可能属于周公的这么一种甲骨文，我们判断周公庙的遗址其实是周公家族所使用的。周代王陵之所以至今难寻，除了因为历史久远，也因为上周陵墓不封不竖，不起封土，不立墓碑。也许真正的周王陵将成为东方帝王谷内隐藏最深的秘密。6月，小麦开始成熟，岐山脚下这片大约30平方公里的土地便是著名的周原。作为周人最早的都邑，这里出土过大量的青铜窖藏，学者们竭力寻找线索，揭开3000多年前的谜团。自从周人迁徙到周原后，传承4代，不过100年，便在周武王的率领下夺取了天下。学者们考证，周字在甲骨文里就是一块长满禾苗的方方正正的农田，周族的得名也正是因为他们擅长农耕。商代农民普遍使用的还都是木构和石质农具，比如用石镰和棒镰来收割庄稼，而周人最早开始使用青铜来制作农具，发明出翻地用的镾、除草用的帛和收割用的雉。这意味着周人掌握了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力。农业是古代国家的命脉，周人发明青铜农具堪称当时最重要的一场技术革命。诗经周颂遗溪里说，率领众多的农夫播种白谷杂粮，白谷是概述，他们究竟是哪些谷物呢？2001年，一些植物考古专家从周原的仙周土层中找出了大量碳化了的植物种子，科学家发现现在常见的一些作物当时已经被广泛种植，比如粟就是今天的小米，黍另外一种大粒小米。这是周原遗址出土的碳化大豆，它们明显大于现在的野生大豆，这说明这时的大豆已经是栽培作物。还有特别值得研究的是这些碳化小麦。小麦是起源于西亚，小麦在它的生长
过程中最需要水的瓦解与灌浆时期，也恰恰是我们中国北方地区最干旱的时期。从这个角度讲呢，周原地区所发现大量的小麦，尤其是周人迁入的周原以后开始大规模的种植小麦，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周人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达啊，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灌溉农业的技术。今天的周原仍是千里良田，不难想象3000多年前周人付出艰苦的劳动，在周原开荒耕耘收获。他们充满感情地赞美这片肥美的土地，周原五亩，锦图如仪，意思就是不太可口的苦菜种下去也会像饴糖一样甘美。关中西部的雨水，就是这个小气候，关中平原它是一个从东到西越来越小的这么一个空间，到了西部以后，由于两边的山脉的这个影响，会形成一些小的气候，就雨量比关中东部还要多，平均每年的降雨量多100毫米，但是作为农业生产来说，这100毫米的这个雨量就非常有利，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周人能在这地方更好的发展和农业的这么一个天然的地理条件。在周原博物馆里保存着大量当年的炊具，从中可以窥见祖先的生活。这是周人代表性的镰当里，有3个带状的足，可以使食物平均受热，主要用来煮稀饭和菜汤。这些陶轨、陶豆、陶盘用来盛饭盛菜。这个炊具叫眼，它的底部有许多透气孔格，就像今天蒸锅中的篦子。把它置于灶上，作用如同现代的蒸锅，能蒸出香喷喷的米饭。在周代，这个农耕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水平、技术层面都已经很发达了，已经有了除害虫、选种、灌溉，所以后来开始居住有井田制，啊，围绕着水开始了，井田制形成了家族宗法制，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了适应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才通称农业文明的形成。在3000年前的周原村落，男女分工已经形成，男人耕种土地生产粮食，还进行渔猎活动，妇女操持家务，采桑养蚕，缫丝纺织，周人还兼营狩猎、酿酒、冶炼、制作玉器、骨器等等。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演绎着新兴的农耕文明蓬勃的生命力。随着周原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盖宗庙、建城墙，《诗经·大雅·绵》中用一系列象声词语描绘周人建设新家园时的热烈场面。城起土来满满庄，田起土来隆隆响，倒土噔噔噔，削墙平平平，白堵墙同时筑起，雷大鼓都听不见响。这是中国最早的瓦，用泥条筑成，背面
是有绳纹，并带有瓦钉或瓦环，这两片板瓦中间扣着一块铜网，这样兼顾了防水和排水两个功能。通过考古，人们还发现3000年前的周人已经用上了这样的大型陶管做成的地下排水设施，即使是今天的现代城市，仍然大量使用类似的陶管来排放城市污水。考古人员在周原遗址核心区发掘出建立在夯土台阶上的一座前后两进的完整院落，院门外立有影壁，门道两边是各3间的东西门房，走进门去是一个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的大庭院，庭院正面是大殿，整个建筑采用南北中轴左右对称的布局，这种建筑传统诞生于周原，几千年后北京紫禁城仍能看到它的影响。古周原就是岐山脚下，在相当于现在的扶风和岐山交界的四个湖上游地区，在这儿经营城郭食物，就建立自己的国家规模。经过了郭公丹父自己还有他的儿子王继，再然后到了他孙子周王的手里，据说就已经有3分天下有其2了，就渐进了他的重孙周武王发商的这么一个整个社会基础和经济实力。原生好奶，雪域珍品，辽源牦牛奶粉，中国牦牛乳品的开拓者，辽源乳业。为了孩子，妈妈们无所不能，只要能给我们家达莱一个机会，什么我都能做。母女队伍点击率非常高，我会和你一起练习。斗得过流氓，这是诈骗，像你这种人屈服我就不是赵福晋。赛得过歌星，今天是做饭用人，女人的命谁能说得清楚。当得了金刚，抚养孩子需要稳定的生活。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韩国电视剧《微笑妈妈》，分享爱，温暖心。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重器，它叫厉鬼，被誉为我国9大青铜国宝之一。在它的腹内底部镌刻了一段重要的铭文，大意是武王伐纣在甲子日黎明举行占卜卦象大吉，当日纣是一举打败商君，7天以后武王赐给一位叫厉的功臣以青铜做鬼。历经岁月剥蚀的青铜铭文记录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那就是著名的牧野之战。公元前1046年左右，在商都郊外的牧野，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新乡市附近，周武王和商纣王的军队列阵决战。《诗经·大雅·大明》上说，殷商之旅奇晦如林，武王面对着像密林一样号称70万的纣王大军，而他率领的联军只有兵车300辆、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还有来自雍、卢、彭、蒲、蜀、羌等方国的援军。手持白毛黄钺的周武王站在车上誓师，他列数纣王荒淫残暴的罪行，发誓击败商君。当时的周军以少敌众，但却士气高昂，他们的自信一部分源自于他们的战斗力。商周时代的战争是青铜兵器的较量，由于周人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他
他们手持的兵器除传统的戈、矛、刀、剑等外，还出现了戟和剑等新式武器。据统计，陕西关中地区迄今共出土了1100多件西周兵器，其中以戈、矛、剑足的数量最多，占到总数的95%以上。这件戈原部是有神秘威武的虎纹，刃部厚重结实，是主要的格斗兵器。它可以勾割敌人的首级，借助于战车的冲击力，挥戈可以横扫一片。这些矛尖锐锋利，至今寒光熠熠。它们的刃部隆起棱棘，以扩大创面，增加杀伤力。矛锋很长，为的是刺透敌人的身体。大量的青铜剑足也拥有这样的锋利的棱棘，而且呈倒刺状，一旦射入人体难以拔出。这件人面盾牌是周人军队的防护装备，西周盾牌多为皮质，上面钉缀有青铜部件，一方面加强防护能力，另一方面还组成面目狰狞的形象，以达到威吓敌人的效果。这是周人造型威严的人头穹内钺，在近身肉搏战中，手持斧钺的都是骁勇异常的勇士，后来斧钺发展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这件铜钺是有神秘的纹饰，穹上端皆有人头，方脸、阔口、浓眉，额前有刘海，脑后还有发辫，这也许就是当时周人勇士的形象。周人在大战中还使用了一种锐利武器，那就是剑。周人墓葬中开始出现这种柳叶状的青铜短剑，它主要由中亚游牧民族习用，适用于近身格斗。青铜制造的短剑，这个东西是在商人的文化里没有的。商人挖了这个，是以外籍的墓葬，大概商人的墓葬，但是基本上墓葬里从来没有出过短剑。那在周人墓葬就有大量的短剑，这个特别像宝鸡地区这个虞国墓地，他们差不多每一个兰形的墓里都有剑。近距离格斗的时候，应该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武器方面，可能在短兵相接的时候，他可能有他优势的地方，这也是牧野决战能胜利的一个原因吧。牧野洋洋，弹车惶惶，四元蓬蓬，意思是称颂檀木做的战车多么雄壮，奔腾驱驰的兵马多么强盛。牧野战场上，周军有300多乘当时最先进的重武器战车，西周战车由商发展而来，由2马或4马驾驶。由于在车轮等重要部位加装青铜铸件，结构更加坚固，更具冲击力。当时的车战胜过这个步兵的这个作战，那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候，衡量一个国的国力，你有多少战车，就相当于现在说你有多少辆主战坦克一样，跟现在这个意义差不多。所以车战，尤其在平原，你像在河南平原打仗的话，这个车战是远远胜过徒兵，徒兵跟着这个战车才往前冲呢。商军主力此时正在东方与东夷人作战，商纣王临时集结起10几万奴隶充当步兵，靠步兵的阵列组成人墙，抵挡周人战车的凌厉冲击，其效果可想而知。这时，战场上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商朝的军队人数虽多，但根本不愿作战，在阵前纷纷调转戈峰，加入攻打纣王的行列。陈馀前途倒戈反戈一击的典故就是出自于此。看到这种情形，纣王指挥大军顺势掩杀过去，纣王兵败如山倒。极致追求，又见巅峰，屹立王久，新疆荣耀。盛夏巨好看，绝地刀锋。你的真心英雄就在黄金强档。实力成就魅力，五粮特区以独特的复合细腻口感升华特区品味，五粮特区，中国特区。2013年，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发现一批西周早期墓葬。宝鸡在西周早期是周人的重要盟友江戎人的聚居地，在这批墓葬中出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显示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之高。在石鼓山三号墓葬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出土的数十件青铜器铭刻着鸟、正、万、户、然、渠、丙、仲等等不同的族徽，不同的族徽，甚至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器物风格，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出现在了同一座墓葬中呢？为名与器不可与人也。那么就是说，这个一个贵族的他这个姓氏，跟他这个庙堂当中的就是祭祀的礼器不能给别人，如果这些礼器落入到别人的这个手中的话，那么是通过一个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得的，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斩僧，斩僧打就是胜的那一方就把他家族的这个青铜礼器就掠夺走了。学者们认为，大量商代气息浓重的器物或许本来就是商器，吴王灭商后用缴获的战利品封赏功臣，墓主人也许就是一位参加吴王伐纣的江戎人的高级将领。随后出土的大量兵马器和甲胄证实了墓主人的武将身份，也佐证了3000多年前那一场大决战。牧野之战成为商王周兴的分水岭，对于周人来说，胜利来得太快了。为什么殷商王朝如此脆弱？为什么殷纣王的部队会临阵倒戈？参与战争全程的一位智者周武王的四弟周公陷入了沉思。这只能说明殷商王朝太不得人心了。20世纪初，学者们发现了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在这个位于衡水南岸小屯村附近殷商王朝后期的都城遗址里，发掘出100多座杀人祭祀坑，出土人骨将近600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被砍头之后扔到坑里的。两个坑内
还埋有17具惨死的幼童。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朝血腥的祭祀典礼。商人的这个寻人现象非常普遍，这是比较惹考古学家注意的一个现象来。稍微大一点的墓，它就有寻人。而到了周代，没有这种现象，很少见。比如山西晋侯墓地挖了几代晋侯的墓，都没见寻人。还有我们在周公庙挖的一个等级更高的，有四条墓道的大墓，18号墓，也没有见到寻人。不是说这些周代的这些贵族没有钱、没有势力，做不起这个寻人这种事儿来，而是当时的制度、礼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殷商统治者敬畏天下而草菅人命，是他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小邦周战胜了大义商，周公总结出教训，西周王朝要想长治久安，一定要把人当人看，除了敬天，还要保民。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珍藏着这样一批青铜器，它们共计103件，其中商酉、折弓、星壶、强盘等等，被公认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顶尖代表，而它们竟出土于同一个地穴中，这就是著名的庄白一号窖藏。都属于一个家族。在墙盘上，忠实记录了发生在西周初年这个家族的一桩大事。韦氏家族曾在商朝世代为史官，殷商灭亡之后，他们面临像以往一样被胜利者屠杀的命运。围绕如何处理韦氏家族和其他殷商旧臣，周初统治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太公姜子牙说，如果喜爱一个人，连他屋上的乌鸦也会喜爱，这是爱屋及乌的道理。如果憎恨那个人，也会憎恶他的仆从家吏，所以应该把殷商的这些旧臣全部杀尽。武王最器重的四弟周公的主张令人吃惊，他说，我们要优待殷商遗民，返还他们的田宅，原地安置，给予生路，我们要行仁政。最终周武王听从了周公的建议，让周朝走向了与商朝迷信鬼神、实行恐怖统治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一条影响深远的行仁政的新道路。新王朝让韦氏一族继续在西周当史官，这些大大小小百余件青铜器展现出韦氏家族在后来几百年间欣欣向荣、繁荣发展的状态。来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万年冰川融水，滋养着这片圣洁净土。这里是全球稀缺的青稞产区，每一粒只生长在海拔27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天然生态，有机种植。天佑德青稞酒，只用青稞酿造。甄选稀有，百年传承。
只为更纯更净的心灵之酿。天佑德青稞酒，创领中国高原生态白酒。伐纣胜利后不久就居然离世，年幼的陈王继位，周公辅政。周公为稳定周朝的政局创造了分封制度，重要封国有50多个，比如鲁、齐、燕、魏、宋、晋等等，他们镇守四方，保卫着西周王朝的安全。通过分封，周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共主，统一先进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推广到疆域各地。以华夏族为主体的诸夏意识开始形成，原属于偏远之地的部落逐步接受中原文化，先后纳入到中华民族的序列。周公有一句名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西周史无前例地进行了多项重要的制度创新。除了分封制，还有宗法制，依靠血缘亲疏关系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从而稳固贵族阶级的内部秩序。上至周天子，中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士和庶民，各有其等级尊卑秩序，各按天命。不仅如此，西周还创造了一个影响至今的治国理念，以德治国。青铜国宝何尊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他以铭文中的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名扬天下。巧合的是，与中国一起出现的是第一个有心之德，右边是甲骨文中的德字，左边是何尊铭文之中的德字。两相比较，金文的德明显多了一个心，这个德字正是道德的德。周人认为，上天之所以授权给某个政权主体，就在于这个政权主体是有道德的。夏禹治水，把人当人，有功德于天下，所以授权给他的儿子夏启。后来夏桀失德，商汤革命。再后来殷纣王失德，不把人当人，拿人殉葬，拿人祭祀，违背了上天的意志，因此上天把政权授给周文王、周武王。我们周文王、周武王是因为有道德，是因为有人道主义，因为把人当人，因为以人为本，我们才获得了这个上天的授权。那么我们的政权得到的理由既然是有道德，那么我们周人治天下就必须也有道德。德毕竟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周公进一步把它变成可操作的具体制度，即礼乐制。西周之礼后世被汇编成洋洋洒洒几千言的周礼，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交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规定。西周的男孩把头发盘到脑袋两边，左右对称，像角一样，角总角；女孩则在头顶留髻，
梳两个树杈一样的发型，束发礼伴随着周人成长。束发的意义在于约束自己的头发和行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不文明的人才披头散发。周礼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乐是一套从属于礼的音乐制度，在祭祀、朝贺甚至乡村宴享等礼节性场合中，乐官演奏与之相匹配的音乐，歌舞翩翩，参加者酣饮美酒，赏心悦目，其乐融融。礼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而乐营造社会和谐。孔子一生推崇周公，尤其推崇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孔子认为，礼就是要通过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让人们在身体力行中净化心灵。如果社会中礼制推行得好，比严刑峻法更有效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周人的德政当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在3000多年前，它代表着人类社会逐步走向文明。于是周人打造了一个具有超强稳定性的社会，创纪录地使周朝延续了800年。周公辅佐成王，权倾天下，然而他勤勉于政，一木而三桌饭，一饭而三土补，有恐是天下之事。后世称赞他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周公摄政的7年，经过周公的夙夜操劳，国家局势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之路。此时成王也已经长大，周公决定还政于侄子。以德为治国纲领的周公，身体力行地完成了自己对德的推崇。周公所遗留的以德治国礼乐制度，成为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来源，影响深远。正是周人在周原的耕耘和在治国制度和文化体系上的创新，使得华夏民族率先启蒙，崛起于东方。中国的历史也从此成为中华文明大发展绵延不绝的长篇史诗。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液。